情味在了，啊，再来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，我们泰雅的传统文化，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这个一个带队的哈，我们的美女在后面哈，她一一的会帮我们介绍我们这里的一些生活习俗、传统文化，啊，她会一一的给你们介绍。那等一下就做一个祈福啊，哈，做一个祈福，也就是啊，祈求我们的祈老啊，我们过世的那些哦，我们的刚好现在又是什么中元普渡啊，哦，又是鬼月嘛，哈，现在在开啊，所以刚好我们也祈求他哦，保平安哦，祝大家我们这一次的活动，希望大家心连心呐，哦，感情交流，来自不同的地方的哦。有的新北市，有的台北市，哦，所以感情的交流了哈，哦。再来就是我们团队一个默契，结合我们的部落的资源了哈，哦，来希望能够带动我们小青，哦，这个带动我们能够哈，把我们的地方能够带动起来，啊，哦，给我们一个发展，非常的。感谢你们了哈，哦，那等一下啊，我们做一个祈福。